年一度的维港渡海泳今日举行，今年有2500人参加，巴西的泳手分别夺得男女子国际组的冠军。关中平报道。今日天公造美，天朗气清，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主持起步仪式，比赛正式开始。泳手在鲤鱼门三家村公众码头出发，游到鲗鱼涌公园公众码头，全长大约1.5公里。大会在终点增设大型气球，方便选手识别位置。竞赛国际组男女子组的冠军同样是来自巴西的泳手，而男子公开组由陆永健攞到冠军，女子组就是彭晓君。渡海泳已经复办第5年，今年新增了学校组和慈善组。学校组方面，每间参赛的学校最多可以派两个学生参加比赛。学校组的冠军是两位来自拔萃女书院的泳手。最多人参加的悠游组有1900人，同去年一样，比赛不设名次，泳手要孭住浮波参加比赛。亚洲电视记者关中平报道。今年增设学校组和慈善组两个组别，有一个已经第4年参加渡海泳的小儿麻痹症患者，没被疾病阻碍他游泳的决心。黄家彤报道。拉筋，做足热身，他们未出发先兴奋。参加者当中刚刚满12岁就合资格参加渡海泳，他们有备而来。我哋都第一次參加，又未試過咁大型嘅盛事。冇啊，做多啲熱身咁咧，你覺得咧？平日練水嘅時候練下長途啊。咁你咧？拉筋，拉多啲筋唔會抽筋咯，即係。唔想游嗰陣時抽筋，所以就平時拉多啲筋。2500名嘅參賽者由鲤鱼门三家村公眾碼頭向1.5公里外嘅終點鲗鱼涌公園公眾碼頭進發。今年除咗原有嘅組別之外，仲增設咗學校組同慈善組兩個組別。已經第4年參加渡海泳的小兒麻痹症患者，沒被疾病阻礙他游水的決心，反而海面就有東西影響了他。玻璃樽、膠袋、飯盒，阻住你游水少少啦，因為你捉到啲嘢，咁你會停一停，咁多少都會影響嗰個自己嗰個時間嘅。而今年最年長的參賽者就是73歲的他，第二年參加的他覺得在海上面游水有另一番的感覺。泳池咧就很有安全感嘅，因為泳池就望住條線游噶嘛。海咧你就真係要望住周圍啦，即係因住自己。嗱，我而家咧大約游幾多，我仲有幾多體力，即係唔好用搏盡曬啦。有參加悠遊組的參賽者就話：朝早嘅水流比較急，而且多浪，咁所以游嘅時候咧就偏離咗賽道，比預期中用多咗時間嚟完成賽事。亞洲電視記者黃家彤報導。